昆高速衢州长山服务区附近，一辆越野车突然偏离车道，撞向相邻车道的一辆危化品车。车辆跃起后又往左前方撞向铁马围栏，车辆旋转后停在了第四车道上，一直冒着烟。车上的人下来后，车辆很快起了明火，火势越来越大，好几辆过路车靠边并拿出灭火器扑救，但都没能压制住。人都走开，人都走开，轮胎爆炸了，人都往后走，人都往后走。哪个是驾驶员？人都出来没有？啊，不要怕啊，人没受伤吧？没有，一点小伤。随后消防员赶到扑救，车辆已经烧得只剩下空壳，最终被脱离现场。经调查了解，越野车驾驶员行驶到事发路段时注意力不集中，才使车辆偏离方向酿成事故。